我们准备要讲话的，因为我这个就是帮你们做事情的，我从来没做的。而且呢，一边做一边学，一边学一边做。但是到了今天，我想我不做下去也不行了，所以我就一直在，因为我们这个是跟这个美国的歌剧院合作 ，Central City Opera， 他们是纪念，今年是75周年，是全美国最老的四个歌剧院之一，也有些很有名的歌唱家是从那里出来的 ，Sammy Rainey 啊，很多人都从那里，就是夏天在那里参加他们的 Young Artist Program， 所以李白他们第一次做这个中国歌剧。而且是个现在是世界首演，各方面的工作，包括要500人来的首场，500人来的吃饭啦、啊，什么叫做 gala dinner， 就是这一部分是李白的比较理性的那一部分。咱说句最白的话吧，他也爱李白，爱死别为那个什么歌这个那个太多，你跟我走吧。咱俩好好的啊！我的那个理解是这样的，也就是说，那个酒和月呀、啊，也是李白，代表了李，因为李白像这样的人一定很复杂，也就是说，月代表了李白的出世的那种理想，而酒代表了他入世的追求功名的那一部分里面的东西。皎洁如丝绮层间，水银雪香哥就没劲了，是怎么知道的？抽着。下面是一个大嘴，是白嘴。打到你对吗，小叶？从不，你问陈水叶，就是。你觉得？抽着也行。
这个亮点需要放放，我觉得好看一点。我讲的，我讲的，我是问他，他下面有一点点，好不好？等他走得慢一点，人走了，衣服还没走，啊哈，好不好？